我们喜欢这种。你是恶魔。来，神圣死的心。这个腿。是有点东西啊。还要洗啊？啊，我这是不好吗？我这腿不香吗？还有膝上袜，哎，你有吗？还有这冷艳的眼神。我想一下，喂喂，你觉得我要买特尔新造型吗？对，我买了。你觉得好吗？刚才买。啊，香吗？太香了。你抽刀锋的时候就不是这么扭扭捏捏的。没有，刀锋是我边角啊，必须要有。特尔就不是。我玩谁？我要玩谁？好问题。不过这打野很强哦。他们要带出我们大意了啊！没有闪。今天要来玩这款2021年最新款的战略性手游《征服纪元》。开局选个文明，我呢先选个中国。玩游戏资源肯定是最重要的，就跟我玩传说一样，不吃资源怎么凯瑞？中国文明还自带资源收集 buff， 牛逼！铁矿、木材、石头采集速度提升 15%， 有了资源就能造兵造武器，攻打其他文明。这个游戏不卖资源，不卖 VIP。中国文明的秦始皇还自带专属兵种兵马俑，高防高输出，别人还需要玩吗？这边的专属礼包码你先收下，输入 VIP1314 即可获得豪华专属礼包。征服纪元，征服所有不服。我跑步一，我那个走路屁颠屁颠的，屁颠屁颠的。哎，我怎么吃这么快啊，小小？哎，靠！不能穿墙哦。夸小啊！来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老鬼！老鬼，快点！哎，那是那边土建啊。不过这里这里，那我先跟你讲，你先用力量加三下。等你力量可以45的时候，射他，我看一下。用那个平力量增伤。哦，很漂亮哎！七眼，来七眼。八鬼！救命！救命！天亮一打五，天亮一打五。哎，这个天亮是艳艳的哦，艳艳的呢。嘿嘿，好，这把如果赢的话就买，好不好？我是觉得不会赢。被波顿 gank， 原地倒回，没跑。太好了！我死！你以为我是辅助吗？我是张狗哎！哈哈哈！真的死了！我来了！我想杀我！真的强！那单枪他就是，我就是，我有，卖了。你先去弄啦，你不要吵了，你没有三件装不打了。笑死了！不要死！哈哈！这是什么 damage 呀？傻小啊！为什么都爆不到啊？我看你夸我小。
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强哦！他现在上线唯一的乐趣就是光速面，哇、哦，好刺激哦！按我们面很挂机耶，他哪有挂机？嗯，我不懂，他是爆拼而已吧？那打得很好哎，还不错哎。现阶段保我，保我就不错了。等以后魔方高点，可以换。嗯。哎、欸，嗯、欸，冷、欸、门，我不是大地球老吗？怎么他妈越狱了？哎、欸，别乱动乱动，半滴半滴，去手上，我去手上。我去手上，我去手上，一个就买了，就这样了，输了也不是我问题。可以耶，可以耶，等我，你等我。SJJ 集资500万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要打出去。哦，我哪讲了？我说你等我啊，要不要？没事没事，再打一波。我们刚刚可以，现在也可以，对不对？赢了就买。你想帮我省钱，对不对？看出来。没觉得你怕了。夸小啊，还看呢、啊、你。来。我挡我挡，爆腿，快点！他们挡不住我们哎、欸！干你娘！你很硬，你很硬！爆腿，爆腿！赢了，赢了哎！三小。憋多久啊？国盾打野很强哎、欸！爆鬼！他妈死！我问一个没有懂的怎么加起来？你觉得我国盾玩的好吗？我那个宝牌我都帮你顶在前面，你有发现吗？你真的要买吗？买还就没钱了。如果是胖子，胖子会买吗？不会，完全不考虑。这么香也不要，这种你会买吗？来，特一千的造型，1200而已哦。对啊，你到底啊？你到底是买还不买？你谁看到啊？我也中抽的。哎，你买吗？买。哎呀，好买买买买。哎，有花哥哎，他们又来，他们怎么飞不到啊？等一下哦。这个是送我头像框，他妈的就像那个什么灵位，那个人家过世的，他妈那个灵位，那黑白照挂的那个相框，像不像？我们怀念他。